在老龄化的态势下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卫生体系，我们的诊断、我们的治疗、我们的疫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，我们是有能力呢，最终呢驯服我们新冠这个病毒。所以很多人也是问，那疫苗到底到了什么水平？我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团队做过很多的研究，跟国际的很多研究的结果互相印证，也就是疫苗的注射、加强接种，特别是续冠的疫苗接种，为我们最终走出疫情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保护。对于脆弱人群的保护，我们是坚决的支持，就是疫苗策略的继续的推行。通过疫苗策略的推行，对脆弱人群的加强针的接种，我们就可以在未来我们自己人体在进化过程当中获得的免疫力，每一次人类的大流行当中都会建立自己的免疫力，但是这一次我们有疫苗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免疫，我们人类就获得了新的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技术的力量，使得我们可以应对未来的一个流行。